每个人都很喜欢把自己搞得很，你懂，就是很非主流，就是那种爱我你怕了吗那种。那你会觉得说，哇，我当时怎么会这样？我当时为什么要留一个这么长的头发？但是现在回去看，还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就是小时候我听过的一首歌，孙燕姿的《未完成》，她那首歌是当时在记录她25岁的时候的一个状态，和她对她25岁的青春，她的见解。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句歌词特别的让我印象深刻，就是25岁的我现在有所不同。然后当时我就在想，25岁离我好遥远啊！我想25岁的我在干嘛呢？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会变得很好吗？就那个时候会对未来的自己有很多的憧憬，但是晃眼间我已经过了25岁。哇，太多了，双截棍儿、半导体盒、说爱你、是柠檬草的味道、绿光遇见，哇，太多太多，江南、美人鱼，哇，太多了，太多，我最喜欢的吗？遇见，好。说爱你吧，半导体盒，嗯。